们大部分在街上看到的旅游杂志，网上看到的一些的旅游推介啊，都不是十分严肃的旅行文学。但是就算你加上旅行文学吧，你都会发现他们有个共通的特点，那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写这些东西的人往往会告诉你，我要去的这个旅程，我要给你介绍这个地方是多么的好玩，多么的有意思，多么的有文化，那边的风土人情是多么的美妙。总之呢，他们都怀抱着某种对他所要写的底下的题材跟人物的一种热爱。但是保罗·索鲁，我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位美国当代的旅行文学名家，他的这本经典旅行文学作品《老巴塔哥尼亚快车》就完全不一样了。其实不只是这本书，他每一本书都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人家所说的，他是个有名的毒舌作家。他总是把他笔下的经过的那些地方看到的人呢，贬损得一无是处。他每一本旅行文学出来呢，都有点像他曾经当过他老师的奈保尔一样，大家都一听说他要来我们这旅游，要写我们这个地方的游记，大家都很担心。为什么呢？你就怕他是不是要写臭我们什么事情。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吧，他虽然有过一本非常有名的关于中国的游记，那本书呢到现在都没有出版，咱受不了人家这个刺激，是不是？那老巴塔哥尼亚快车也不例外。我们在他笔下看到的就是对各种的中南美洲你能想象的一些问题的一些的辐射，完全在他笔下展露出来。比如说他会写到那些独裁的国家，军事独裁国家，那当然有他们的问题，是不是？他们就是让人民都变得非常的愚蠢。他形容他们也有大选，独裁者底下的大选是怎么样，每回选完都还是同一个政党继续执政。而民主国家呢，他笔下的那些中南美洲的民主国家是每次选完所有的政党一起宣布我们获胜，那么于是就变成几天几夜的乱局跟暴动。好，那么说到贫穷，贫穷的地方当然有贫穷的问题，在他笔下所有的贫穷的地方呢，例如说他会写到满街的流浪儿童，又或者有很多的妓女，让他形容所有满街妓女，你看到那些妓女，他们身边一定会出现的两种人陪着他们是什么人呢？他这么形容，是妓女的天然盟友，也就是老女人跟一些身体残障人士，一些跛子残健人士跟着他们在一起。那么但是你这么说，是不是觉得他对中南美洲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很不客气呢？比如说他说墨西哥是一种伪装的爱国主义者，墨西哥人一天到晚最喜欢讲爱国讲民主主义，永远记住外国对他们的侵略对他们的欺负，永远仇恨外国人，而他们的光荣全部建立在遥远的过去。但是比他呢，同时也会让我们看到第一世界国家的人一样可笑。例如说他在这趟火车旅行里面，他就遇到路边啊，路上面车的座位旁边有一个法国人，那个法国人呢，他说他已经有扁桃腺炎，喉咙不太舒服，但是他这么写，尽管他有扁桃腺炎，但是仍然无法制止法国人那种天生爱卖弄的自我中心的夸大的说话方法。那德国人又怎么样呢？他说德国人一看就看得出来，永远在火车上是要坐二等车厢，带着这种条顿人的坐姿，坐得非常的笔直，紧紧抱着身上的行囊，怕人家抢他的东西，同时呢斤斤计较，一毛不拔。那么是不是表示这位美国作家对美国人就很宽容呢？不是的，他笔下的美国的大学生自我中心十分无聊，老女人呢就喜欢天天在说自己过去一些很悲惨的遭遇，尽管那些悲惨遭遇听起来都像笑话一样无足世道。那么而所有的男人们呢都在讨论怎么样挣钱，或者夸耀自己的出身背景。于是有人就问保罗·索鲁，你那么痛恨你旅行的所见所闻，你去旅行干嘛？如果说危地马拉只不过是这一堆国家的假名，中美洲联邦也不过是某种语言上的愚昧错用，这底下五个国家的内战几乎立刻引爆，伐木人对抗城市人，保守派对抗自由派，印第安人对抗西班牙人，雇农对抗地主，五个省份战火平人，统一在刀剑相交及加农炮火中瓦解。15年间，该区成为政治与社会的疯人院，或者如一位历史学家所写，五倍的混乱。只要想想中美洲各国的历史，
不止暴动、内战和革命，还有怒吼的地震和不间断的火山活动，他们仍幸存于世，并未愤怒地沉入海底，实在是无上奇迹啊！这些国家位于我们这个行星最糟糕的断层区之一，一条火山裂隙每年都威胁要照原定计划剧烈肆虐一番，好把诸小国之间的纷争一并吞入腹中。古怪的是，这些国家最引以为傲的也是火山，它出现在各国国徽与多数钱币之上，更是民间信仰的永恒标记。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一段啊，就是保罗·索努，典型的保罗·索努，他对中美洲政治情况跟他们悲惨的社会的一个描述。那么，但是他从来不是一个只会去讽刺他所游历的国家的人，他总是在他游历的国家里面在揭发美国的问题。例如在中美洲巴拿马运河特区，我们知道当时整个巴拿马运河还是被美国控制的，他就把那个地方形容为就是一个殖民地，而且里面的人民在他的笔下带着一种殖民地成人的那种臣民的一种傲慢。可是问题是，那些人其实又对他十分的友善，于是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就是你怎么去写你旅行中帮过你、跟你聊过天的那些人呢？我们大部分人啊是不会想丑化他们的，因为你在旅行之中你总会遇到很多人，那些人呢就会成为旅行之中短暂的亲密的友谊关系的要诀，他们会帮助你，他们会给你很多建议。那么保罗·索努对待这些人客气吗？他算很客气了，他写他们的时候也会写到他们对自己多好多友善，但是他总是忍不住又要讽刺一下他们。那么这么写为什么呢？其实这里面我们就能看到当代的旅行文学最大的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就是我们现在的旅行文学再也不只是写你去的这个地方的环境、文化、风物跟人文，而且你还应该往后退一步，上升一点，去后设的反省到底旅行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旅行。同样的，保罗·索努这么坚持要坐火车这样子去旅行，就是为了贯彻他对旅行的思考。对他而言，旅行不只是度假，不是一个轻松好玩的事，事实上他说他的旅行往往是非常辛苦的。这么辛苦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要发现，为的是要知道真相。而知识、真相跟发现常常他说是沮丧的代名词。你这么沮丧的旅行，这么不高兴的旅行，但是你换回来的就是对很多地方一种很一针见血的认识。而为了要达到这样的一种旅行的目的，你就必须是孤身上路。他要把太太孩子都放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出去，因为如果旁边有旅伴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的视线会模糊，有旅伴在跟你分享眼前所见的景象的时候，你总是会把你自己的记忆跟他人所说的话错置起来。他就像是一个画家一样，必须要看到自己眼前的景象，亲笔把它素描下来。同样的，他也要把他听说过的种种的故事用自己的耳朵把它记下来，然后写成自己的笔记，写成自己的书。所以他必须要一个人旅行，但是偶尔一个人上路太久，你难免会寂寞，于是你要跟别人打交道。所以他从来不忌讳谈出自己的坦白，非常诚实地告诉大家，他又寂寞，但是又渴望孤独。而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他会遇到很多很奇怪的人，比如说有些人就常会跟他聊啊，你出门旅行啊，你有没有去过什么什么地方？你到阿根廷啊，那你应该要去伊瓜苏瀑布吧。那么他对这些建议充耳不闻。他笔下最可笑的就是一些日本游客，日本游客每次看到他在呆呆地望着一个墨西哥沙漠上面的仙人掌在吟诗的时候，就会问他说，哎，你的团友都上哪里去了？我们看看那些游客，他们在前一天抵达利马，像被赶的鸭子似的逛过全城。在他们住的饭店里有张行程表，早上四点电话叫起床，早上四点四十五分行李放到走廊上，五点早餐，五点三十分在大厅集合。早上八点，有些男人耳垂上还残留着刮胡泡沫时，他们已经抵达库斯科，
并勉力越过印第安人群，走向一辆等在那里的巴士，为这地方的便宜恭贺自己。可是呢，还有一些人是一些背包客，这些人他们是因为要省钱才被吸引到这贫穷地方来的砍价的游客，游手好闲的人、流浪汉和海盗，他们的对话都可以猜得到，全都和价钱、汇率、最便宜的旅馆、最便宜的巴士，某个人如何花15分钱吃到一餐，或用1块钱买到一件羊驼毛衣，或和某些爱马拉族的印第安人在入夜后的村子里共挤一张床有关。他们是美国人，但也是荷兰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北欧人。他们讲着同一种语言，总是钱。他们吹的牛总是打算在秘鲁安第斯山区待多久，以及如何打倒此地的制度。现代我们一般呢都会把旅游人士分成两大类，凡是参加现代旅游工业底下的旅行团呢，这些去了巴黎一定得去铁塔下面拍照的这种人呢，我们叫做游客或观光客，叫 tourist。 但假如你是一个背包背着个背包出去所谓流浪浪游或者做驴友这种人呢，我们就叫做旅人 traveler。那么到底像保罗·索鲁这种喜欢一个人上路的人，他是属于哪一类人呢？他自己把自己的归类就是他在两者之间，或者两者都不是。为什么呢？是这样的，因为他当然首先他不是一个游客，例如说在危地马拉，他就没有参加当地人最喜欢或者外国游客来的时候最喜欢报的那种危地马拉4天精华游，又去海滩又去古迹，今天上一个古城，那天到一个海边度假胜地。不，他当然不干这样事，他搭他的火车一个人搭。但另一方面他也不喜欢背包客，就是一般人所说的 traveler。 这是为什么呢？这么讲，他认为背包客啊，当然他比起他们有时候他会觉得自己还是有点自卑，我就出门3个月，人家出门已经大半年了，还不晓得跟着要走到哪呢。但分别在哪呢？分别就在于这些背包客啊，他觉得第一，他们太喜欢斤斤计较去讲价。讲价这个事儿都有好嫌弃的吗？有的。怎么讲呢？比如说他说在秘鲁库斯科那个古城，那个国家里面已经有大量很贫穷的印第安人，他们辛辛苦苦的每天做一些编织，做些手工艺，运一些食物上山，然后卖给你。每个月的收入呢，可能就是以1979年来讲，不超过5块钱、10块钱美金。好了，你这些背着背包来的人，你又不是缺钱用，但是你们就喜欢跟人家讲价，你们完全对当地没有任何经济上的贡献，你使他们生活在他看来是更加悲惨。那么第二，他又觉得这些背包客呢都有点虚伪，比如说到了中南美洲天天要去看古迹，然后觉得哎呀，古代的印加人呢、玛雅人、印第安人真的是很懂得精神层面的事情，跟精神世界有往来，但是呢他们对当地现在的印第安人最喜欢去的像天主教教堂却毫无兴趣。他们喜欢的是什么呢？保罗·索鲁认为是一些尸体，他们只想看坟场跟尸体而已。他两样人都不要做，他要做什么样的人？就像他这本《老巴塔哥尼亚快车》的开头里面那样的一个人，搭上了一个普通老百姓搭着去上班、去上学、去回家的这么一个火车，只不过他又不属于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因为他一直坐到这趟火车旅行再也没有办法前进的地方，也就真的是阿根廷南端巴塔哥尼亚它的车站的终端，前面已经没有铁轨了。他说对很多游客来讲，对很多旅人来讲，这是他们旅程的起点，因为再往前走有信天翁、有海鹅，就是南极了，那是观光胜地。而我呢，他说我的旅程到此已经结束了。
看理想另一种观看。陈丹青局部每周二看见视觉世界的无数细节。梁文道一千零一夜，每周一三五日落后说不完的文明经典。马世芳听说每周四在流行音乐里听到台湾。登录优酷土豆订阅看理想志频道，看见另一种可能。我是警察。